我要是真死了，你能这样，我就知足了。哎！哎！哎！干嘛呀？我担心成这样，你还笑什么啊？你还笑什么？你还是不是人啊你？你还笑？你怎么笑得出来啊你？啊！怎么笑得出来啊你？别打了，再打！怎么笑得出来啊你？没用，我给你打死了，别打了。 我跟你说，那个字你别说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字你千万不能说，你知道吗？你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怎么了？哎呦呦，至于吗？真哭了，你别那么迷信，干嘛呀？你这是，何月，你知道吗？ 以前我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得认命，我命不好，你以后不要来找我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能不能这样？你别因为你过去的感情影响咱俩，行不行？咱俩不能好好的吗？我这刚回来你就这样，我腾云。 你先走行吗？你让我一个人好好静一静。我不走。干嘛呀？你这是，我刚回来，你不能这样。咱们以后能不能好好的呀？真的，腾云，你先走，你先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吗？我不能，干嘛？你能先走吗？你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吗？你？ 那你要静多长时间？你告诉我。等我静好了，我会告诉你的，行吗？哎，回来了！啥呢？这样啊？我捡了大便宜了。啊？ 看看这块肉，看看这块肉，肥是肥，瘦是瘦，比市场便宜了5毛6。哎呦，不错呀！怎么样？那以后采购这块交给你了呗。如果领导信任的话，可以。哎呀，说你胖还喘。喂，什么？八成新的吗？好啊，给我留着，我马上去啊。哎。 哎，来了啊！兄弟，买回来了，买来了。嗯，猜多少钱？500。砍一半，250，傻吧？不能吧？啊，这车八成新呢。不能，一切皆有可能。 Impossible is nothing。 我要换，你冲我干什么呢？这里边好几个订单，我忙不过来了，你快点。 买回来了，猜多少钱？我没工夫瞎猜，你快点啊！哎，稍等，稍等啊，得马上出锅了啊！兄弟，帮我看一下，我不锁了啊。得嘞。这边，没事，小心点啊。放心吧。哎，这门，哎哎哎，哎，你们俩小心点，行，你们俩小心点，放啊。 谢谢你们啊！兄弟辛苦啊！没事没事，应该的。有事的话找我啊。好好，慢走。哎，兄弟，谢谢帮忙啊！应该谢谢你，以后有活吱声啊！必须的，必须的，下次有活抓住你啊！ 喂，您好。哎，你好，我看见你那个咖啡馆这留言了。啊？您看见我的留言了？对，我见过你画的那个娃娃。您在什么地方看见的？去年
前我跟老婆在青海旅游，一个女孩搭我们的车，老婆就带着这辆车了。那个女孩她有多大的年龄？哎，您有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啊？没有，她没说，我们也没问。那个女人看上去不到30岁，背着一个画夹，像个画家。我还问她为什么要背着这样一个娃娃呢？她说这是她的家人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画家，莫非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黑虫吗？你别说，她是一女的。哎，就我这一糙老爷们儿，这跟他一起经历了噩耗、奔丧、认尸。哎，你知道你当时什么样吗？脑瓜子稀碎啊，一般人真缓不过劲儿来。哥，我都能理解，可是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。要不然你别让我碰上，你就让我碰上了，他又这么折腾我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让我最近别找他，他想静静。哥，你知道吗？盛开在感情上受过很大的挫折，他相信命运，比相信他自己还要相信，你懂吧？我呢，我说的肉麻一点，我觉得盛开在我心里边就像一颗从大西洋海底捞出的大珍珠，真的，朴哥，你得帮我。大珍珠啊，帮我啊！回来呀，想您了，要回来看看。哎，你在干嘛呀？没事。我看这是什么呀？没事。哎，给我看看，你以前老看我日记本，给我看看嘛。回来住吧。啊？哎呀，你又来了。我哥他有消息了吗？白天的时候打了个电话，是到宜昌了。嗯，妈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，这是电影。
前我俩一拌嘴，他就来这一套，写个字条贴在床跟前儿。那他是耗准了您的脉了。嗯，耗就耗吧，挺好。罢了呀！啊，好好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姚辉，啊，你把那个我包和衣服给我拿出来，快点。怎么了？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怎么了？湖南老太太出了点事儿，我过去看看。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啊。你别急，慢点儿。哎，爹，你去哪儿了？这是？什么什么湖南老太太有事儿？啊？家属别打扰病人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哎，姚辉，要不然你先回去吧，妈跟小张忙不过来，我在这儿盯着，晚上我估计回不去了。行，照顾自己啊。哎。叫魂儿呢？不是，这谁干的呀？你看看，怎么了？你说你吃就吃吧，你不能这么糟蹋粮食啊！你看把这饺子吃的，谁糟蹋粮食了？这我没吃，不是我吃啊。狄英在医院陪那老太太，这家里就咱娘俩，可没外人呢。啊，莫非是进鬼了？世世上本无鬼。别人遭贼了吧？丢没丢东西啊？啊！我赶紧报警吧，我。哎呦！你快点吧！啊！这事弄的，你说，快点打电话。
快乐。不是今天不是我生日啊？我说是就是。哎，你够狠的呀你！知道我再怎么撒泼耍赖，也不能对一个穿着制服的老兵耍狠吧？这跟老不老兵没关系。我知道你是一个懂道理的人。哎，你这送我呢？哎，你哆嗦什么呀你？我是害怕。你怕什么呀你？我怕你一辈子不理我。算什么？对于你来说不算，对于我来说算。因为这是我的终身大事。不是，朋友不说了吗？咱俩不是那种关系。那，你能保证以后也不是吗？你神经病吧你！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不是带我吃饭去吗？咱俩的事不解决，我吃不下去。你不饿，我还饿呢。聊完再吃。今天酒吧怎么没营业啊？我让他们关门了。盛开，这个地方是我们开始的地方。如果你要是真的想结束的话，我觉得也应该是在这儿。腾远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你不讨厌我。我讨厌你。我讨厌你什么事情都要你替我做主。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到现在，什么事情都是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你说从这儿开始就从这儿开始，你说今天要从这儿结束就从这儿结束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我那是为你着想。你是在用你认为对的方式为我着想，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是不是我真的需要，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，因为你不了解我。我了解你。不，你不了解我，腾远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做的这一切。其实我心里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你希望我能够快乐，但是这个真的不是我想要的。我跟你说过我命不好，罗耀辉在跟我在一起之前人家挺好的，但是跟我结了婚以后又被绑架又被车撞，人家脚到现在他还瘸着呢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快乐，因为你让我觉得说原来我盛开还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，我盛开还有资格被人这样去爱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快乐，但是你发生那样的事情以后，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痛苦吗？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去承受你再失去一次你的那种痛苦了，你知道吗？腾远，我希望你能够快乐，我希望你说完了吗？健康。说完了。不
信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签合同。你要是还不信的话，都是我来干，啊！啊，羡慕吧？他们，我羡慕他们。现在应该是他们羡慕咱们。啊！我这是看到他们，我就想起了肉包子打滚，一去不回的青春。别老这么说，感觉你多老实。我再过九年就四张了，我还不老啊我？四张怎么了？八张，我也一样喜欢你。行了，受不了。哎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迷路了。我没迷路啊，我。你就说你迷路。为什么呀？你就说你迷路了。啊，行，我迷路了，我迷路了，啊，迷路了。那你就可以跟我回家了。笑什么？跟你回家啊？啊？你有家没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在哪儿，哪儿就是我的家。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我随便敲的。随便敲都敲得好听。这一天我想了好多，咱们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自己特娘们儿。说实话，嗯，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，这种要死要活也是一种幸福。你把那字儿收回去。不是说真的咽气，我是说那种精神上的死亡。那我真放心。你不许跑！你跑哪儿去啊我？哪儿也不许跑。就这样在我身边老老实实待着。哎，不是，凭什么？
凭什么你老是要求我呀？不凭什么，你也可以要求我呀。行，那我就要求你：第一，不许熬夜；第二，不许喝酒，行吗？你要求我死都行，要求我咽气都行。你知道从那天到现在，咱俩认识多久了？253天。253天，算不算长？相见恨晚，算不算短？店里忙得脚打后脑勺了，狄英大盗去哪儿了？菜市场啊。那砂锅里那鸡哪儿去了？那我哪知道啊？问你呢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哼。别在意啊，我妈就这样，一惊一乍的。你怀孕了？啊，是的，怀孕了。你以后不要登高，也不要拿重的东西。怎么说也是30多岁的年龄了，属于大龄的这个孕妇，万万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啊！一定要注意。怀孕了？确定怀孕了。恭喜你。起来，我账本呢？你要不你起来，你起来，看看我啊！看我干啥呢？吃饱撑着了？不是你缺心眼儿吧你？你看这个，好好看。谁有病了？往下看。腰扭了你？啊？鸡不是不下蛋吗？我妈说。你妈这么说我的。媳妇，我厉不厉害？我厉不厉害？我厉不厉害？你别要我儿子，别笑。哎，你听什么呀？几个月你瞎听？万一呢？吃点肉啊，这个肉是酸性的。嗯，妈你也吃。妈，狄英她怀孕了。
赶紧多吃点，菜花也得多吃，这里有维生素。哎，什么态度啊？眼皮儿都不抬一下。咱妈没听见。你别跟我攒攒攒的啊，那是你妈，我没这样的妈。老太太耳朵不好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她耳朵不好使，她耳朵尖的，连咱贴几个话，她听得一清二楚的。看出来了。你妈不喜欢怀孕，是吧？不是，你把我妈说的那么坏干嘛呀？我说的吗？啊，态度放在那儿呢，我没见过像她这样的。我没见过你这样的。好，好么样了，非得找一个理由吵一架，闹一场，这有日子就不好好过。不要会，你妈这个态度对我，你不说她，你说我，你有没有点是非观？她是长辈。长辈就是有不对的地方，也是对的。长辈哪儿规定的呀？我规定的。你规定的，行。那我把我姥叫来，我姥比你妈长一辈吧？那你说是我姥对，还是你妈对？有点胡搅蛮缠了吧？你混不讲理！啊，媳妇儿怀孕了，我的肚子一下空的没了底儿，这下子儿子彻底不属于我喽。